晚上好啊，各位。这703在干嘛？哎，我不明白他这样走的好处是什么。我操！啊，只有我一个在叫、哦。这50的话也是够屌哎、欸。哥，你可以。我知道了，这是一种诱饵战术。他为了他让他被更多的人抽，所以他这样走出去。Come on, man！ 十滴血，我们中盘要没了呢。他绕他，我必须要帮他看这一边。我如果没有看到这边，在艾我跟艾米要被自动炮砸死。
啊！好，我们到底这么多车，到底在干嘛？在等什么？等一下，他们就有两个角度可以打我。Oh my god！ 被他亮了。Thanks。安娜支援。Hello， 怎么这边有人打他是傻小？他为什么不开炮？这 T03 为什么不开炮？你大哥跟我说为什么这 T03 不开炮？你刚刚 T03 有开炮吗？
不是啊，那艾米尔就看着我欸。嗯，怎么这么简单就 M 牌？喂，哦，高，我敲了4600，看对面的也敲超多了，3200。这车 DPN 这么低，还可以敲那么多，真的有够神奇。啊，这个零伤是这样，这个600，这个900，这他最后还死了。嗯哼，嗯哼。49点，各位，49点，先来发。但那 T548的话，我也看不懂他那到底什么操作。就我们的70703就在够蠢了，然后他也在跟着蠢。刚说多少点，我忘记了。49点，各位。